《迦南诗歌》第1082首，《奉献之路》。献以撒，有没有挣扎？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有没有挣扎？劈木柴的时候，以撒围在身边叫爸爸。多么可爱的小以撒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再也睡不下，反复思想要不要告诉萨拉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今夜的时光为何这么长啊。终于等到天亮，叫醒小以撒，还有仆人背好驴，向目的地出发。亚伯拉罕面带笑容，眼泪千万别流下，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旅程啊。3日的路程啊，3日的路程啊，亚伯拉罕有没有想过返回家？还是向前走，相信神的话。摩利亚山上，神必施恩给他。就是要设想